名字你有记得吗？第一个是啥？七星拳。你别管第一个三字，那天名，听小名你慢点做。啊、哦，我看你们。他是随机抽，他不按顺序。对，他不是按照顺。不是，我有看，我有看你们。对对。因为我不太记得。第二组听令，第一个动作听好了，七星拳。哈！好，请师傅坐下。来，对了，伏虎式。哈！哈！哇！下叉式，下叉式。哈哈！停停，都不许动了啊！停，对了。金鸡独立，请示范的武师坐下。你看他这个超越是超出了往手往外的，老师手往里的。你们对待，你们对待。将军英明，七将军英明。算对了，算对了。谢将军。